了凡四分，完了凡居士著。第一篇立命之学，如童年丧父，老母命弃举业学医，为可以养生，可以济人，且集一艺以成名，以富叔心也。后如在慈云寺，遇一老者，修言伟貌，飘飘若仙，如敬礼之。与如曰：只是路中人也，明年即进学，何不读书？如告已故，并叩老者姓氏里居。曰：吾姓孔，云南人也。得少子王极素正传，素该传语。如引之归，告母。母曰：善待之。至其素，迁色皆厌。如遂喺读书之念，谋之表兄沈清，言旭海谷先生在沈有夫家开馆，我送语记学甚便。如遂礼旭为师。孔为如喺素，愿考同生，当十四名，苦考七十一名，提学考第九名。明年复考，三处名数皆合，复为卜终身优秀。言某年考第几名，某年当宝林，某年当贡，贡后某年当选四川一大尹，在任三年半，即而告归。五十三岁八月十四日丑时，当终于正寝，息无子。如被禄而谨记之。自此以后，凡遇考校，其名数先后，皆不出孔公所原定者。独算如食冧米九十一石五斗当出贡，及食米七十余石，途中师即批准补贡，如涉而之。后果为处印阳公所博，直至丁卯年，因秋冥宗师见如墙中被卷，叹曰：五策即五篇咒语也，岂可使博洽阉冠之余，老于窗下乎？遂依愿新闻准贡，年前食米计之，实九十一石五斗也。如因此益信进退有命，持蓄有时，淡然无求矣。共入燕都，留京一年，终日静坐，不阅文字。己自归，游南雍，未入监，先访云谷会禅师于栖霞山中，对坐一室，凡三昼夜不瞑目。云谷问曰：凡人所以不得作圣者，只为妄念相前矣。与坐三日，不见喺一妄念，何也？如曰：吾为孔先生算定，荣辱生死，皆有定数，即要妄想，亦无可妄想。云谷笑曰：我待汝是豪杰，原来只是凡夫。问其故，曰：人未能无心，终为阴阳所搏，安得无数？但为凡人有数，极善之人数故驱他不定，极恶之人数亦驱他不定。与二十年来被他算定，不会转动一毫，岂非是凡夫？如问曰：然则数可逃苦？曰：命由我作，福自己求。诗书所称的为名分，我教典中说：求富贵得富贵，求男女得男女，求长寿得长寿。夫妄语乃释迦大戒，诸佛菩萨喺狂语欺人。如进曰：孟子言求则得之，是求在我者也。道德仁义可以力求，功名富贵如何求得？云谷曰：孟子之言不错，汝自错解矣。汝不见六祖说：一切福田不离方寸，从心而宽，感无不通。求在我，不独得道德仁义，亦得功名富贵，内外相得，是求有益于德也。若不反攻内省，而徒向外持求，则求之有道，而得之有命矣。内外相失，故无益。因问孔公算终身若何？
如以实告。云谷曰：汝自喘应得科第否？应生子否？如追省良久，若不应也。科第中人，虑有福相，如福薄，又不能积功累行，以积口福，兼不耐烦剧，不能容人。时或以才智盖人，直心直行，轻言妄谈，凡此皆薄福之相也，岂而科第哉？地之位者多生物，水之清者常无鱼。如好洁而无止者一，和气能育万物；如善怒而无止者二，爱为生生之本，忍为不育之根。如经识明哲，常不能舍己救人，而无止者三，多言好气而无止者四，喜饮酌精而无止者五，好彻夜长坐而不知饱元欲神，而无止者六，其余过恶尚多，不能悉数。云谷曰：岂为科第哉？世间享千金资产者，定是千金人物；享百金资产者，定是百金人物；经饿死者，定是饿死人物。天不过因财而笃，几会加谦毫意思？即如生子，有百世之德者，定有百世子孙补之；有十世之德者，定有十世子孙补之；有三世二世之德者，定有三世二世子孙补之。其斩然无后者，得智薄也。汝今既知非，将向来不发科第及不生子相，尽情改策。务要积德，务要包方，务要和爱，务要惜精神。松前种种，譬如昨日死；从后种种，譬如今日生。此二理再生之身也。夫血肉之身，尚然有数；二理之身，岂不能隔天？太甲曰：天作业，犹可为；自作业，不可活。诗云：永然配命，自求多福。孔先生算汝不登科第，不生子者，此天作之业，犹可得而为。汝今扩充德性，力行善事，多积阴德，此自己所作之福也，安得而不受享苦？亦为君子谋，吹吉避凶。若然天命有常，吉何可吹，凶何可避？开章第一二，便说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。汝信得及否？如信其言，拜而受教，因将往日之罪，佛前尽情发怒，为疏一通，先求登科。誓行善事三千条，以报天地祖宗之德。云谷出功过格事如，令所行之事逐日登记，善则记数，恶则退除，且教持准提咒，以其必验。汝如曰：扶六家有云，不会疏扶，避鬼神笑。此有秘传，只是不动念也。则不疏扶，先把万缘放下，一尘不起。从此念头不动处，下一点，为之混沌开机。由此而一不挥成，更无思虑，此乎便灵。凡识天立命，都要从无思无虑处感觉。孟子论立命之学，而曰：夭寿不易。夫天与寿，至易者也。当其不动念时，孰为天，孰为寿？世分之，风歇不易，然后可立贫富之命；穷通不易，然后可立贵贱之命；夭寿不易，然后可立生死之命。人生世间，唯死生为重，日夭寿，则一切顺逆皆该之矣。自修身以自知，乃积得其天之事。若修，则身有过恶，皆当自而去之；若自，则一毫既如，一毫将盈，皆当斩绝之矣。
到此地位，直造先天之境，即此便是实学。予未能无心，但能持准提咒，无记无数，不会间断，持得纯熟，于持中不持，于不持中持，到得念头不动，则灵验矣。如初号学海，是日改号了凡，盖悟立命之说，而不欲落凡夫窠臼也。从此而后，终日经经，便觉与前不同。前日只是悠悠放任，到此自有战惊惕厉景象，在暗室屋漏中，常恐得罪天地鬼神，遇人憎我毁我，自能恬然容受。到明年礼部考科举，孔先生算该第三，忽考第一，其言不厌，而秋为中式矣。言行意未纯，检身多误，或见善而行之不勇，或救人而心常自疑，或身免为善而口有过言，或醒时操持而最后放日，以过节功，日常虚度，自己自岁发愿，直至己卯岁，历十余年，而三千善行此缘，时方从李渐庵入关，未及回向，庚辰南还，此请圣空、慧空诸上人就东塔禅堂回向，遂起求子愿，亦许行三千善事，身至生南天启。如行一事，随以不记，与武不能输，每行一事，接用鹅毛管，印一珠圈于历日之上，或施食贫人，或买放生命，一日有多至十余圈者。至季未八月，三千之数已满，复请圣空背，就家庭回向。九月十三日，复起求中进士愿，许行善事一万条，丙率登帝，受保持之愿。如至空格一册，名曰《自心篇》。神起座堂，家人携赴门翼，至案上，所行善恶，签色必记。夜则切卓于庭，号召月到焚香告帝。与母见所行不多，接贫促曰：我前在家，相助为善，故三千之数得圆。今许一万，衙中无事可行，何时得圆满乎？夜间偶梦见一神人，预言善事难圆之故。神曰：只减粮一节，万行俱圆矣。盖保持之田，每亩二分三厘七毫，如为区处，减至一分四厘六毫，唯有此事，心颇惊疑。即唤如禅师至五台来，如以梦告之，且问此事而信否？师曰：善心真切，即一行可当万善，方合愿减粮，万民受福苦。吾即捐俸银，请其就五台山斋增一万而回向之。孔公算与五十三岁有厄，如未尝其寿，是岁景无恙，今六十九矣。书曰：天难寻，命未常。又云：唯命不于常，皆非狂语。吾于是而知，凡称祸福自己求之者，乃圣贤之言。若为祸福为天所命，则世俗之论矣。与之命，未知若何？即命当荣显，常作落寞想；即时当顺利，当作忽逆想；即眼前足食，常作贫瘤想；即人相爱敬，常作恐惧想；即家世望重，常作卑下想；即学问颇优，常作浅陋想。远思扬祖宗之德，近思盖父母之谦，上思报国之恩，下思造家之福，外思济人之急，内思闲己之邪。务要日日知非，日日改过。一日不知非，即一日安于自是；一日无过可改，即一日无步可进。天下聪明进修不少，
所以德不加修，业不加广者，只为因循意志，耽搁一生。云谷禅师所受立命之说，乃至精至粹至真至正之理，其属幻而免行之，无自旷也。第二篇，改过之法。春秋诸大夫见人言动，亦而谈其祸福，微不厌者，左国诸暨可观也。大都吉凶之兆，萌乎心而动乎四体，其过于厚者常获福，过于薄者常近祸。俗眼多翳，唯有未定而不可测者。至成合天，福之将至，观其善而必先知之矣。祸之将至，观其不善而必先知之矣。今欲获福而远祸，未论行善，先须改过。但改过者，第一要发此心。师古之圣言，与我同为丈夫，彼何以百世可思？我何以一生瓦裂？担染尘情，施行不义，为人不知，傲然无愧，将日沦于禽兽而不自知矣。世之可修可耻者，莫大乎此。孟子曰：耻之于人大矣。以其得之则圣言，失之则禽兽矣。此改过之要机也。第二要发慧心。天地在上，鬼神难欺，吾须过在隐微，而天地鬼神实鉴临之。重则降之百殃，轻则损其现福，吾何可以不惧？不为此也。闲居之地，只是超然，吾须掩之甚密，闻之甚巧，而肺肝阻路，终难自欺。被人摧破，不值一文矣，污得不冧冧。不为是也。一息尚存，弥天之恶，犹可悔改。古人有一生作恶，临死悔悟，发一善念，遂得善终者。为一念猛戾，足以敌百年之恶也。譬如千年幽谷，一灯才照，则千年之暗驱除。故过不论久近，唯以改为贵。但尘世无常，欲身易稳，一息不熟，欲改无由矣。明则千百年担负恶名，虽孝子慈孙，不能洗涤；忧则千百劫沉沦欲报，虽圣贤佛菩萨，不能瞒忍。污得不讳。第三，虽发勇心，人不改过，多是因循退缩。吾须奋然振作，不用迟疑，不烦等待。小者如芒刺在肉，速与决剔；大者如毒蛇蝎子，速与斩除，无丝毫形制。此风雷之所以为益也。具是三心，则有过思改，如春冰遇日，何患不消苦？然人之过，有从事上改者，有从理上改者，有从心上改者。功夫不同，效验亦异。如前日杀生，今届不杀；前日怒利，今届不怒。此就其事而改之者也。强制于外，其难百倍，且病根终在，东灭西生，非究竟扩然之道也。善改过者，未禁其事，先明其理。如过再杀生，即思曰：上帝好生，物皆恋命，杀彼养己，岂能自安？且彼之杀也，嘅受屠割，伏入鼎镬，种种痛苦，切入骨髓。己之养也，真高罗列，食过即空，疏食菜根，尽可充腹，何必葬彼之生，损己之福哉？又思血气之属，皆含灵之，既有灵之，皆我一体。纵不能功修自得，使之尊我亲我，岂可日长勿命，使之仇我恨我于无穷也？一思及此，将有对食伤心，不能下咽者矣。如前日好怒，
必思曰：人有不及，情所宜宁。背理相干，于我何与？本无可怒者。又思天下无志士之豪杰，亦无游人之学问，行有不得，皆己之德未修，敢未至也。吾昔以自反，则谤毁之来，皆磨练欲成之地。我将欢言受赐，何怒之有？又闻谤而不怒，虽惭焰昏天，如举火焚空，终将自息。闻谤而怒，虽巧心力辩，如春蚕作茧，自取前眠。怒不为无益，且有害也。其余种种过恶，皆当据理思之。此理嘅名，过将自止。何谓从心而改？过有千端，为心所造。吾心不动，过安从生？学者于好色、好名、好货、好怒种种诸过，不必逐类寻求。但当一心为善，正念现前，邪念自然污染不上。如太阳当空，妄两潜消，此精一之真传也。过由心造，亦由心改。如斩毒树，直断其根，系必知之而伐，叶叶而摘哉？大抵最上者自心，当下清净，才动即觉，觉知即无。久未能言，虽明理以显之；又未能言，虽随事以禁之。以上事而兼行下功，未为失策。执下而昧上，则绝矣。故发愿改过，明须良朋提醒，忧须鬼神证明。一心忏悔，昼夜不懈，经一七二七，以至一月、二月、三月，必有效验。或觉心神恬旷，或觉智慧顿开，或处涌达而足念皆通，或遇怨仇而回亲作起，或梦吐黑物，或梦往圣先言，提携接引，或梦飞步太虚，或梦动翻宝盖，种种圣事，皆过消罪灭之象也。言不得执此自高，话而不尽。昔蓬白玉当二十岁时，几觉前日之非而尽改之矣。至二十一岁，乃知前之所改，未尽也。及二十二岁，回视二十一岁，犹在梦中，虽复一岁，弟弟改之，行年五十，而犹知四十九年之非。古人改过之学如此。吾背身为烦恼，过恶为习，而回思往事，常若不见其有过者，心粗而眼翳也。然人之过恶心重者，亦有效验，或心神昏塞，转头即忘，或无事而常烦恼，或见君子而懒言消嘴，或闻政论而不乐，或思慧而人反怨，或夜梦颠倒，甚则妄然失志，皆作业之伤也。久一类此，即须奋发，舍旧逃新，幸勿自误。第三篇，积善之方。二曰：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。积颜氏将以女妻叔良日，而力聚其祖宗积德之长，亦知其子孙必有兴者。孔子称舜之大孝，曰：宗庙享之，子孙保之，皆至伦也。是以往事征之。杨少思荣建宁人，世以制度为生，久与溪障，横流冲毁民居，溺死者顺流而下，他周街捞取货物，独少思会早及早，为救人，而货物一无所取，乡人知其余。弟小思苦生，家渐裕，有神人化为道者，与之曰：与祖父有阴功，子孙当贵显，而葬某地。遂依其所指而穷之，即金白兔坟也。后生少思，曰：冠登帝，位至三公，家曾祖祖父，如其官。子孙贵盛，
至今尚多言者。人人扬至情，初为愿利，全心仁厚，守法公平。时愿左严肃，偶挞一筹，血流满前，而怒犹未息，杨贵而宽解之。左曰：怎奈此人越发背理，不由人不怒。至情叩首曰：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，如得其情，哀惊勿喜。喜且不可，而放怒苦。宰为之祭言，家甚贫，愧为一无所取，欲酬人乏粮，常多方以祭之。一日，有身酬数人代步，家又缺米，给酬则家人无食，自顾则酬人堪敏，与其苦相知。苦曰：酬从何来？曰：自行而来。沿路隐饥，菜色可谷，因切几枝米，煮粥以食酬。后生二子，长曰守臣，次曰守子，为南北吏部侍郎，长孙为刑部侍郎，次孙为四川廉县，右区为名臣。今楚廷得政，亦其锐也。摄政统奸，邓茂七枪乱于福建，市民从策者甚众。朝廷起银院将刀献街南征，以计擒贼。后委布政司谢都士，首杀东路贼党。谢求贼中党副贼席，凡不副贼者，勿授以白布小旗。约兵至日，插旗门首，皆军兵无妄杀，全没万人。后谢之子谦，中状元，为宰辅。孙丕服中探花。普田林氏先世有老母好善，常作粉团诗人，求取职与之，无倦息。一仙化为道人，每旦索食六七团，母日日与之，终三年与一日，乃知其成也。因谓之曰：吾食与三年粉团，何以报与？府后有一地，葬之，子孙观着，有一升麻子之数。其子依所点葬之，初世即有九人登第，累代瞻英甚盛，福建有武林不开榜之遥。冯铎庵太史之父，为邑长生。隆冬早起赴学，路遇一人，倒卧雪中，门之半僵矣。遂解几绵求医之，且扶归救苏。悟神告之曰：与救人一命，出自诚心，吾遣韩琦为与子，及生铎庵，遂名琦。台州英尚书，壮年集业于山中，夜鬼笑集，往往惊人，功不具也。一直间鬼魂，某妇以夫久客不归，庸孤逼其嫁人，明夜当翳死于此，吾得待矣。公前卖田，得银四两，即翳作其夫之书，寄银还家。其父母见书，以手迹不累，而知。寄而曰：书可假，银不可假。想而无恙，抚税不嫁。其子后归，夫妇相保如初。公又闻鬼语曰：我当得待，奈此秀才坏吾事。旁一鬼曰：以何不和之？曰：上帝以此人心好，命作阴德尚书矣，吾何得而和之？应公因此益自努力，善日加修，得日加厚。遇岁饥，接捐谷以赈之。遇亲戚有急，接委曲维持。遇有横逆，接反躬自责，而言信受。子孙登科第者，金累累也。常属随奉足息，其父素富，偶遇年方，先捐租以为同一支枪，又分谷以赈贫乏。夜间鬼唱于门曰：千不康，万不康。徐家秀才，做到了举人郎。相逐而夫，年夜不断。是岁，奉足果举于乡，其父因而益积得，孜孜不怠，修桥修路，斋增接种，凡有利益，
无不尽心。后又闻鬼唱于门曰：千不康，万不康。徐家举人，直做到都堂，奉祝关中两节巡抚。嘉兴陶康熙公，初为刑部主事，宿狱中，细询诸囚情状，得无辜者若干人，公不自以为公，密疏其事，以白堂官。后朝审，堂官责其语，以信诸囚，无不服者，释冤益十余人。一时敛下咸众尚书之名，公服品曰：捻谷之下，尚多冤民；四海之广，少民之众，岂无往者？而五年差一减刑官，核实而平反之。尚书为咒，由其矣。时公亦差减刑之列，梦一神告之曰：与命无子，今减刑之矣。心合天心，上帝赐予三子，皆依自腰金。是直夫人有身，后生应圈、应坤、应灵，皆显官。嘉兴包鹏，字信之，其父为祠阳太守，生七子，鹏最小，平湖元氏，与吾父往来甚厚，博学高才，累举不第，留心而知学。一日东游柳湖，偶至一村子中，见观音像，临离路，即解脱中得十金，受主赠，令收屋宇，增告以功大银绍，不能尽事。复取从布四匹，检匣中衣七件与之，内凝接，系身，其仆请以之。朋曰：但得圣像模样，吾须攞请何相？曾垂曰：舍银及衣布，犹非难事，只此一点心，如何易得？后公拉老父同游，宿子中。公梦家男来借药，与子当享细禄。后子执，孙清芳，皆登第，作显官。家善之立之父，为刑房吏，有囚无辜陷重辟，亦哀之，欲求其身。囚与其妻曰：知公家意，愧无以报，明日言之下乡，予以身示之，彼或肯用意，则我可生也。其妻一而听命，及至，妻自出劝酒，具告以夫意，知不听，卒为尽力平反之。囚出狱，夫妻登门叩谢曰：公如此厚德，晚世所希，今无子，吾有弱女，送为姬爪妾，此则礼之可通者。知为备礼而纳之，生立，曰冠中灰，冠至翰林孔目，立身高，高升禄，皆共为学博。禄升大伦，登帝。凡此十条，所行不同，同归于善而已。若服精而言之，则善有真有假，有端有曲，有阴有阳，有是有非，有偏有正，有半有满，有大有小，有难有易，皆当心辨。为善而不穷理，则智慧行持，喜之造业，枉费苦心，无益也。何谓真假？昔有余生数辈，揭中风和尚，问曰：佛是论善恶报应，如影随形。今某人善，而子孙不兴；某人恶，而家门隆盛。佛说无稽矣。中风云：凡情未敌，正眼未开，应善为恶，指恶为善，往往有之。不陷己之是非颠倒，而反怨天之报应有差乎？众曰：善恶何至相反？中风令是言其状：一人为利人偶人是恶，敬人礼人是善。中风云：未必然也。一人为贪财妄取是恶，廉洁有守是善。中风云：未必然也。众人力言其状，中风皆谓不然。因请问，中风告之曰：有益于人，是善；有益于己，是恶；有益于人，则偶人，
利人皆善也。有益于己，则敬人礼人皆恶也。是故人之行善，利人者功，功则为真，利己者私，私则为假。又根深者真，杂积者假。又无为而为者真，有为而为者假，皆当自考。何谓端曲？今人见谨愿之事，类称为善而取之，圣人则宁取狂倦。至于谨愿之事，虽一乡皆好，而必以为得之策。是世人之善恶，分明与圣人相反。推此一端，种种取舍，无有不谋。天地鬼神之福善祸淫，皆与圣人同是非，而不与世俗同取舍。凡欲即善，决不可殉耳目，唯从心源隐微处，默默洗涤，顺势济世之心，则为端。久有一毫微细之心，即为曲。顺势爱人之心，则为端。有一毫粉细之心，即为曲。顺势敬人之心，则为端。有一毫玩世之心，即为曲。皆当世变。何谓阴阳？凡为善而人知之，则为阳善；为善而人不知，则为阴德。阴德，天报之。阳善，享世名。名，亦福也。名者，造物所忌。世之享盛名而实不负者，多有其祸。人之无过咎而还避恶名者，子孙往往造发，阴阳之济微矣哉。何谓是非？鲁国之法，鲁人有属人神妾于诸侯，皆受金于府，只供属人而不受金。孔子闻而恶之曰：赐失之矣。夫圣人举事，可以而风易俗，而教导可施于百姓，非独识己之行也。今鲁国富者寡而贫者众，受金则为不廉，何以相属乎？自今以后，不复属人于诸侯矣。子路请人于溺，其人借之以牛，子路受之。孔子喜曰：自今鲁国多请人于溺矣。自俗眼观之，子贡不受金为忧，子路之受牛为劣。孔子则取由而绝次言，乃知人之为善，不论现行而论流弊，不论一时而论久远，不论一生而论天下。现行虽善，而其流足以害人，则此善而实非也。现行虽不善，而其流足以济人，则非善而实是也。言此就一节论之矣。他如非义之义，非礼之礼，非信之信，非辞之辞，皆当抉择。何谓偏正？昔吕文义公，初辞上位，归故里，海内养之，如泰山北斗。有一乡人，醉而利之，吕公不动，谓其仆曰：醉者勿与教也。闭门谢之。余年，其人反死刑入狱。吕公始悔之曰：使当时稍与计较，宋公加责治，可以小情而大戒。吾当时只欲存心于口，不为养成其恶，以至于此。此以善心而行恶事者也。又有以恶心而行善事者，如某家大富，直遂方，穷民百州抢粟于市，告之怨，怨不理，穷民越施，遂施执而困欲之，众此定。不然，己乱矣。故善者为正，恶者为偏，人皆知之。其以善心而行恶事者，正中偏也；以恶心而行善事者，偏中正也。不可不知也。何谓半满？义曰：善不积，不足以成名；恶不积，不足以灭身。书曰：相聚贯盈，如处物于器，勤而积之，则满。
太而不积，则不满。此一说也。即有某氏女入子，欲施而无才，只有钱而闻，捐而与之，主席者亲为忏悔。及后入宫富贵，携数千金入子写之，主真为令其徒回向而己。因问曰：吾前施钱而闻，施亲为忏悔，今施数千金，而施不回向，何也？若前者物虽薄，而施心甚真，非老僧亲忏，不足报德。今物虽厚，而施心不若前日之切，令人待忏足矣。此千金为半，而二文为满也。钟离寿丹于吕祖，点铁为金，可以济世。吕问曰：终变否？曰：五百年后，当复本质。吕曰：如此，则害五百年后人矣，吾不愿为也。曰：修仙要积三千功行，与此一言，三千功行已满矣。此又一说也。又为善而心不着善，则随所成就，皆得圆满。心着于善，虽终身勤力，止于半善而已。譬如以财济人，内不见己，外不见人，终不见所思之物，是为三轮体空，是为一心清净，则斗宿可以总无涯之福，一文可以消千劫之罪。倘此心未亡，虽黄金万日，福不满也。此又一说也。何谓大小？昔为仲达为管职，被涉至冥师，主者命利情善恶二六，彼至则恶六刑庭，其善六一族，仅如住而已。索称称之，则刑庭者反轻，而如住者反重。仲达曰：某年未四十，安得过恶如是多苦？若一念不正即是，不待犯也。因问族中所书何事？若朝廷常兴大功，修三山石桥，君上疏谏之，此疏稿也。仲达曰：某虽言朝廷不从，于事无补，而能有如是之力。若朝廷虽不从，君之一念已在万民，向使听从，善力更大矣。故志在天下国家，则善虽小而大；久在一身，虽多亦少。何谓难矣？先如为克己，虽从难克处克将去。夫子论为人，亦若先难。必如江西书庸，写二年仅得之束修，待偿官银，而全人夫妇。与邯郸张庸，写十年所积之钱，待完赎银，而活人妻子，皆所谓难写处能写也。如镇江近庸，虽年老无子，不忍以幼女为妾，而还之伦，此难忍处能忍也。故天降之福亦厚。凡有才有势者，其立德皆易，逆而不为，是为自暴。贫贱作福皆难，难而能为，斯可贵矣。随缘济众，其类之凡，若然其刚，大约有十：第一，与人为善；第二，爱敬全心；第三，成人之美；第四，劝人为善；第五，救人危急；第六，兴建大利；第七，舍财作福；第八，护持正法；第九，敬重尊长；第十，爱惜物命。何谓与人为善？昔信在雷泽，见愚者皆取心谈口泽，而老弱则如于急流浅滩之中，恻然哀之，往而如言。见僧者皆溺其过而不谈，见有让者，则如扬而取发之。其年皆以心谈口泽相让矣。夫以信之明哲，岂不能出一言教众人哉？乃不以言教而以身转之，此良功苦心也。吾辈处末世，勿以己之长而慨人，勿以己之善而盈人，勿以己之多能而困人。收敛才智，
若无若虚。见人过失，且咸用而掩覆之，一则令其可改，一则令其有所顾忌而不敢纵。见人有微长可取，小善可录，幡然舍己而从之，且为厌清而广述之。凡日用间，发一言，行一事，全不为自己起念，全是为物立则，此大人天下为公之道也。何谓爱敬全心？君子与小人，就形即官，常意相混，唯一点全心处，则善恶圆绝，判然如黑白之相反。故曰：君子所意义于人者，以其全心也。君子所存之心，只是爱人敬人之心。盖人有亲疏贵贱，有志如言不俏，万品不齐，皆唔同胞，皆唔一体，孰非当敬爱者？爱敬众人，即是爱敬圣贤。能通众人之志，即是通圣贤之志。何者？圣贤之志，本欲施世施人，各得其所。唔合爱合敬，而安一世之人，即是为圣贤而安之也。何谓成人之美？玉之在石，底泽则瓦砾，锥琢则龟章。故凡见人行一善事，或其人之可取而之可进，皆须有益而成就之，或为之长借，或为之维持，或为百其无而分其谤，务使之成立而后已。大抵人各恶其非类，向人之善者少，不善者多，善人在俗，亦难自立，且豪杰铮铮，不甚修形迹，多易指责。故善事常易败，而善人常得谤。为人人长者，康直而富益之，其功德最宏。何谓劝人为善？生为人类，孰无良心？世路亦亦，最易没溺。凡与人相处，当方便提思，开其迷惑。譬由长夜大梦，而令之一觉；譬由久陷烦恼，而不知清凉，畏畏最朴。韩愈云：一时劝人以口，百世劝人以书。教之与人为善，虽有形迹，然对症发药，是有其效，不可废也。失言失人，当反吾志。何谓救人危急？患难颠沛，人所时有，偶一遇之，当如痛坏之在身，速为解救，或以一言生其瘟疫，或以多方制其癫痫。崔子曰：位不在大，妇人之急可也，盖人人之言哉。何谓兴建大理？小而一乡之内，大而一邑之中，凡有利益，聚而兴建，或开渠道水，或筑堤防患，或修桥梁以便行旅，或施茶饭以济饥渴，随缘劝道，协力兴修，勿避嫌疑，勿持劳怨。何谓舍财作福？释门万行，以布施为先。所谓布施者，只是舍之一字矣。达者内舍六根，外舍六尘，一切所有，无不舍者。久非能言，先从财上布施。世人以衣食为命，故财为最重。吾松而舍之，外以破吾之悭，外以济人之急。止而勉强，终则泰然，最可以荡涤私情，去除执论。何谓护持正法？法者万世生灵之眼目也。不有正法，何以参赞天地？何以财成万物？何以脱尘离薄？何以经世出世？故凡见圣贤渺茂，经书典籍，皆当敬重而修习之。至于举扬正法，上报佛恩，犹当勉励。何谓敬重尊长？家之父兄，国之君长，
与凡年高德高位高息高者，皆当加以奉事。在家而奉事父母，使心爱婉容，由声下气，习以成性，便是和气格天之本。出而事君，行一事，武为君不知而自知也。迎一人，武为君不知而作威也。事君如天，古人格论，此等处最关阴德。是汉忠孝之家，子孙未有不绵远而昌盛者，切须慎之。何谓爱惜物命？凡人之所以为人者，为此恻隐之心而已。求人者求此，积德者积此。周礼《孟春》之曰：牺牲冇用品。孟子为君子远庖厨，所以全吾恻隐之心也。故前辈有四不食之戒：为民杀不食，见杀不食，饲养者不食，专为我杀者不食。学者未能断欲，且当从此戒之。渐渐增进，慈心越长。不特杀生当戒，蠢动含灵，皆为物命。求施主简，锄地杀虫，念衣食之由来，皆杀彼以自活。故暴殄之业，当于杀生等。至于手所误伤，足所误浅者，不知其己，皆当委曲防之。古诗云：爱鼠常留饭，怜鹅不点灯，何其人也。善行无穷，不能单述，由此十事而推广之，则万德可备矣。第四篇，谦德之效。二曰：天道亏盈而益谦，地道变盈而流谦，鬼神害盈而福谦，人道恶盈而好谦。是故谦之一卦，六爻皆吉。书曰：满招损，谦受益。与女同诸公应使，每见韩氏张达，必有一段谦光可谷。身未计佳，我家善同袍凡十人，为丁敬与宾，年最小，极其谦虚。预告费锦波曰：此卿今年必第。费曰：何以见之？语曰：为谦受福。卿看十人中，有孙孙款款，不敢先人，如敬语者乎？有恭敬顺承，小心谦畏，如敬语者乎？有受母不答，民谤不辩，如敬语者乎？人能如此，即天地鬼神，由将又知，岂有不法者？及开榜，丁果中式。丁丑在京，与逢开之同处，见其虚己敛容，大变其幼年之习。李济癌直量亦有，时面攻其非，但见其平怀顺受，未尝有一言相报。预告之曰：福有福此，祸有祸先，此心果谦，天必相知，卿今年决第二。已而果然。赵玉峰光远，山东灌源人，同年举于乡，久不第。其父为家善三允，随之任。务浅明悟，而执民见之，明悟，识末其民，赵不为不怒，且心服而速改言。明年，遂登第。任神岁，与入近，吾下见所，见其人气虚以下，谦光逼人，归而告友人曰：凡天将发斯人也，未发其福，先发其位。此位一发，则浮者自实，斯者自敛。见所温良若此，天启之矣。及开榜，果中式。光阴将胃癌，即学公民，有声艺林。甲午，南京乡试，遇一子中，揭晓无名，大骂士官，以为咩目。时有一道者，在旁微笑，将句而怒道者。道者曰：相公民必不佳。将益怒曰：汝不见我民，乌之不佳。道者曰：民作民，贵心气和平，今听公骂利，不平甚矣，民安得公？将不觉屈服，
因咒而请教言。道者曰：忠传要命，命不该忠，敏虽公，无益也。须自己做个转变。张曰：既是命，如何转变？道者曰：造命者天，立命者我。力行善事，广积阴德，何福不可求哉？张曰：我贫事，何能为？道者曰：善事阴功，皆由心造，常存此心，功德无量。且如谦虚一节，并不费钱，你如何不自反而骂是官府？将由此节节自持，善日加修，得日加厚。丁酉，梦至一高房，得四六一拆，终多缺行。问旁人，若此金科四六，问何多缺名？若科第阴间三年一考教，虽积得无咎者，方有名。如前所缺，皆系旧该宗室，因身有薄幸而去之者也。后指一行运，与三年来持身颇慎，或当保此，幸自爱。是科果中一百五名。由此观之，举头三尺，缺有神明。吹吉避凶，断言由我。虽使我全心制行，毫不得罪于天地鬼神，而虚心屈己，使天地鬼神时时念我，方有受福之机。比气盈者，必非怨气，纵法亦无受用。稍有识见之事，必不忍自狭其量，而自取其福也。放谦则受教有地，而取善无穷，由修业者所必不可少者也。古语云：有志于功名者，必得功名。有志于富贵者，必得富贵。人之有志，如树之有根，立定此志，须念念谦虚，层层方便，自然感动天地，而造福由我。今之求登科第者，初未尝有真志，不过一时意轻矣。轻道则求，轻难则止。孟子曰：王之好乐甚，齐其树几乎？语于科名亦然。